歡迎大家嚟到財經大話式啊！哇，好高興請到正正同埋刀仔幫我哋嘅第一集。咁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其實好啊，準備好未啊？未啊，其實不過 anyway 啦，嚟啊！咁第一集都要講，我哋都唔知係發生緊咩事，唔知係發生咩事，而家話俾你聽發生咩事。其實好簡單嘅啫，我哋玩一個遊戲就係、是、咧，例如咧，我哋出一個題，我出一個題，例如係股票 number 咁樣啦，然後我就問你啦。在30秒之內你可以講到幾多個 number 出嚟呢、哦、例如啦，我例如你話5個，咁好啦，你話我哋可以講到5個啦，30秒之內。咁呢你就要諗下，你有兩個選擇嘅啫，一係你就 waste 佢。waste 佢嘅意思即係話我多過5個嘅6個啦，你話30秒內你可以講到5個。或者第二個選擇就係你唔信佢，你覺得佢講唔到。你講大話，你話你講大話。然後佢就要證明自己究竟是否可以在30秒之內講到，他要講一次。如果他講到的話，他就得到一分。其實他講不到呢，就是你得到一分。明白嗎？很明白，很簡單。嗯，好吧，好，準備好了。 OK， 來啊，我們來。好，第一個題就是中概股的公司的名稱。好，你先吧。我可以講咩？時間限制啊！係啊，唔係啊，你講、哦、你覺得你覺得係啊？開始，你我只係問你，你可以講幾多個？三十秒之內。我可以講到幾多？30秒入邊講到中概股6個，好7個，7個30秒啦。啊，三十秒其實又唔係話好長，你諗下。你唔好即刻喺度手啦、啊。8個，9個。唔信，OK， 唔信到你咯喎，準備咯喎，嗱佢唔信夠啦，開始啦，仲要好 ，OK， 嚟你啦，預備啦，預備三二一，拼多多、美團、騰訊、京東、阿里巴巴、小米、小鵬、蔚來、理想，係咪啦？騰訊都係咁啊，理想咯，咪再講落去咧，跟住已經10個咯喎，好似講咗8個啫，啱啱講，就爭咗啦。仲有10秒喎，你好多嘢都講曬㗎啦，冇㗎，你唔好諗住撳手機。攜程啊，攜程講咗未啊？攜程係。跟住，不過有時影響唔到。其實你唔應該出聲啊，你學算啦，唔緊要。大把貨，大把貨，大把貨，咁樣。唔係，我講唔到幾多個。係咪啊？其實你都得唔會啊？多啲時間。哦，好快啊！真係中概股嘛。係咯，超快喎，真係，完全冇難度。算係講得慢，我覺得。算係講得慢。有乜可能講唔到啊？其實你做主持嘅喎，我反而應該講唔到。你做主持嘅喎，你做主持嘅喎，我反而應該講唔到。我只係講 number 嘅啫，通常。好，下一條啦。刀仔同正正做節目嘅時候講過嘅10個先啊！哇，一年10個，你中國股都唔得喎。15個。15個，我有信心啊！少一個。你集都唔可以集喎，唔信 ？OK， 嗱，準備咯喎，大家準備啦，嚟啦，準備啦，預備三二一。騰訊、阿里巴巴、美團、京東、綠色服務、大唐發電、恒大、恒大汽車、Tesla、Apple、攜程，跟住百度、Google、亞馬遜、Netflix、Disneyland， 跟住有 Disney Plus 啊，有啊，跟住OSY、雪佛龍，跟住 ALKK， 跟住呢個小米啊，小米講咗500。OK，OK，OK。Easy， 1比1，各自有一分啦。手機嘅品牌，你可以講到幾多個咧？30秒。6個。好，6個。手機品牌7個。8個，唔好喺度數啦！你而家你唔好喺度扭扭零零，跟住喺度心入面諗緊有幾多個咁樣。喂，主持人，時間限制啊，許一維。係，咁你就唔信佢咯？你都覺得咁有難？幾多個啊？幾多個啊？我啱開啊。9個。
開九個咩？九個，唔係嘅，放八個嘛。哦，係啊。你話九個，我唔信。快啲，快啲，計時，計時。好，準備啦，預備啦，九個啊！手機品牌開始。OPPO、小米、蘋果、HKT、HTC、Sony、Sony Ericsson、Nokia 都計噶嘛？係。跟住然之後死啦！Samsung、美圖都出過手機嘅，美圖手機。美圖。係。咁你已經夠啦，夠九個啦，已經。夠仲有九面成，仲有啲咩咧？有一份，是不是有的？好似有啊，有啊，仲有啊，你仲有多，有得啦，有得啦，已經。快，講咗。快。佢扮嘢頭先。二佢扮。哦，其實係咯，頭先佢扮，要演一下噶。就係所以咪笑。好難嘅，其實真係。唔係要演啊！好多表情，演到自己好似唔得咁。係啊。O、okay, K， 我識玩啊。我識玩啊！好，我哋第四題咯，而家係二比一啊！好，第四題啦，香港嘅歌手嘅名稱，而家我問到就係你可以講到幾多個？九個先啦。九個，我好快。香港歌手嘅名稱其實好易嘅啫喎。冇啊，三十秒你講幾多個啊？十三個。十三個。香港歌手啊，十四個，十五咯，哇，哇，我哋呢啲成日唱 K 嘅，系咯，呢度我覺得都應該可以講到，不過三十秒啊，你要諗，頭先咁樣數啫嘛，十六啊，十六都得嘅，你啱啱十，你都講咗十八個，十六啊，十六個，呢邊十六，嗱，你再加我真係唔得噶。他咪演緊啦！佢咪演緊。我係我就係你再加我真係唔得噶。佢咪演緊啦。係啊，我數歌手找過你嘅。我唔信，我唔信。得你好啊！我唔信。你唔信？十六個唔信係咪？係係。快啲快啲，快啲幫佢夾飛。我俾佢諗啦，係啊。預備三二一。陳奕迅、楊千嬅、鄭伊健、張學友、黎明、古巨基、劉德華。黃秋生唱嘅歌，我同你講，黃秋生，黃貫中、黃家駒，仲有小鳳姐，跟住鄧麗君，陳百祥、陳百強，黃家強，仲有咩啊？跟住仲有十五個啦，夠鐘。哎呀，爭少少啊！你啱啱好啊，你講十五個，你十六個咩？謝秀文，你唔緊要，睇住先。十五個定十六個啊？頭先係十六個，十六個，爭個喎，唔係啊，咁但係你爭個喎，唔係夠個鐘喎，但係夠個鐘啊，夠嗰下，跟住佢先夠，你都出唔到喎，真係。言語混啊，你過咗時啦，好啦，輸咗啦佢。二比二，好啦，我辛苦你數啊。系二比二，二比二系决胜局咯喎，哇好紧凑喎，二比二喎，大家系好嚟咯，我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唉，好简单呢、這个，好简单，好简单，静静嘅优点，哇，人吹嘅啫，系啊，咁系咩人吹啊？你可以讲到几多个先？你讲三十秒，我可以讲到十五个，十五个都系得十五个啫，唔系优点，系啊，优点。十六咯，十七咯。你自己講唔到自己好柒噶，同你講。好實講到噶。十。點啊？啱啱十六真係有啲難度，因為佢十。咩有啲難度啊？至廿個，因為太多。幾？你啱十，你又記得？你十七。十七啊，好似講。你十七啊？十七，你自己賺自己好核突嘅喎，等我嚟啦。俾佢自己賺自己，俾佢自己賺自己幾好喎。唔好啊，我想聽。好啦，我想聽阿東講下，講下我嘅優點，快啲啦。係咪啊？嚟啊！你快啲十，唔係十八啊，十八啊，十八個咯喎。預備，三、二、一。皮膚好，眼睛靚，頭髮長，頭髮黑。跟住著衫有品味，夠瘦，大波，長腿，誒你唔好話唔係啊！跟住然之後指甲靚，跟住佢而家全身咁掃落去，係啊！跟住佢開始模仿啦，
五秒。有專一反應快，夠聰明，跟住然之後真係講唔到啊！講唔到啊！剩幾多個啊？嗰樣個11、12個咯，好想十七個爭好多啊！仲有爭好多啊！點解唔係自己數住？自己數住過好快時間係咩？係唔係因為好難諗啫？唔係難諗嘅，唔難諗啊！人哋話如果原來自己數住，你嚟多次啊！好嘛，好多你嚟多次。你唔係啊，但係你嚟咗次啊，咗喎，嚟咗次，我唔在乎勝敗得失啊，係快啲，再一次，唔係我想你，唔係等陣先，你講完之後可唔可以你都講一次啊？我想知道，我聽佢講成點，我都大家都想聽你講，你唔想聽佢自己講咩？自己讚自己，你想唔想啊？唔想啊，你挑戰下，人都有啲自知之明嘅。我講了很多的，是的，我已經試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是的，頭髮黑、專一、性格好，重複先，穿三個品味、條鏈靚、指甲好、手指長、懂打排球、懂打羽毛球、懂打乒乓球、懂講股票、懂訪問、懂跳繩、喜歡去旅行、外向、活潑、笑起來很漂亮、笑容好靚啦，跟住嗱十七啫，都係硬硬地，你頭先十七啫，你重複笑容靚同埋個樣笑得靚，其實係咪啫？係咪我人有問題啊？所以講唔到十八，我真係覺得有啲問題。不過唔緊要啦，你蘇花啦，都係蘇花，你都贏咗三比二。我唔係好想贏，其實呢一鋪咁樣遊戲就嚟到呢度啦。咁樣多謝大家。收睇先啦，咁大家希望如果中意呢條片咧，就大家 CLS share 俾 like 咁樣啦。咁我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，你哋可以提出一個下次你哋想邊一個嚟玩呢個遊戲？得，一人提出一個嘅我哋 Up TV 嘅主持或者觀眾得。索索喺度，索索呢排其實可以捉佢過嚟嘅，都得㗎，唔係快啫嘛。好啊，我哋可以下次安排睇下邊一個索索咗咧。你咧，你講一個。諗唔到，突然間。阿澤啊，阿澤好啊，上翻嚟阿澤。阿想阿澤。阿澤約佢上嚟。阿澤約佢上嚟啊。得唔得？呢個。好啦，就咁啦。就咁樣啦，好多謝大家。拜。